李先生51岁，桃园县人。2008年4月，因运动造成左边属膝部以下疼痛，延伸到右脚至无法走路，医院检查不出病因。2008年9月，到长庚检查出腰椎椎间盘突出，并开刀治疗。2008年11月，出院后回家一周，又因疼痛再度住院，腰部以下两脚疼痛至无法站立，以抗生素及类固醇治疗有好转，二十几天后出院，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入院。2008年12月进加护病房观察，两天后再转入普通病房，以类固醇和吗啡针剂治疗，并在长庚医师告知下用冰敷处理两个星期，但病情仍逐渐恶化，之后只能整天卧床，腰部以下、臀、腿、足底都痛，无法下床站立行走。2009年1月6日，经张昭汉医师处理后，即可下床，患者自觉疼痛感已减轻约五成。两天后即可自行从林口长庚步行出院。